见性本明，非从外得了。这是故事用铜镜啊，这个比喻是懂得铜镜的，这个例子就很明显啊。铜镜的性质，它本来是明的啊，本来它有照的这个作用啊，所以它不是从外得的啊。只要把镜面上这个脏东西抹掉啊，除掉了，它的光明就现前了。这个比喻说力旺即真呐，啊，真旺啊，永远分不开呀。啊，我常常用我们的电视来做比喻，这个大家好懂，因为你天天要看的。我把电视的屏幕比喻作真心，频道里面的画面比如说的是妄想那幻想。那为什么佛家讲真妄，真是永恒不变，就是真的。只要会变化的都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你看频道里面的画面，它刹那刹那都在动，它不是真的。可是屏幕永远不动。啊，屏幕是我们的自信。啊，画面是从自性里面现出的幻象，啊，我们的宇宙，佛经上讲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幻象，那是频道性的相。啊，妄在哪里呢？妄没有离开真，啊，真是屏幕，它离开屏幕，它就不能现象。真在哪里？真在妄中，妄在真里。哎，真不是妄，妄不是真，可是真妄是一体，你没办法把它分开。啊，所以那个会看电视，我常说，你真会看，会开悟啊！啊，真会看呢，这个电视屏幕就是大放光华严经啊，就是无量寿经啊，啊，你真会看呢。那不会看呢，迷在这个画面上啊，画面笑你跟着笑，画面哭你跟着哭，你的心啊完全被境界所转了，那就错了。那你要在这个画面上看出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妄。啊，通通看明白之后，我们现前社会跟这个没有两样，你就都明白了，都觉悟了啊，然后你就知道如何处理啊。处理的时候，处理完了之后要清净心现前，不要在处理当中生烦恼啊，生烦恼就会有误差啊，生智慧那就会处理得非常圆满啊，真搞清楚了，你就不会怕死了。为什么呢？没有生死。啊，现幻象呢，这个生刹那生灭了，灵性不灭呀。啊，就是呢，屏幕不灭呀，屏幕才是真正的自己呀。啊，那个幻象就好像做梦一样啊，那梦幻泡影呢，那不是真的。啊，自信才是真的，永恒不灭的啊！再把它搞清楚，所以力旺即真。这个力旺不是真的让你设计，你明白了啊，你心里头不执着了，不分别了，不起心不动念了，就真旺就是真啊！真旺永远没离开啊！只要力旺想分别执着啊，在佛法里面。立妄想，这人成佛了。啊，立分别，妄想没立；立分别，菩萨。啊，妄想分别没有立，立执着，立执着是阿罗汉。
这叫真修行。